纵观内地流行歌坛，不得不说一位重量级的男歌手刘欢。一直长发造型以及独特唱歌风格的他，堪称内地最知名的音乐教父级巨星。近日某知名博主曝光了刘欢22岁女儿思思的一组近照，初长成的思思气质出众，引来网友称赞。刘欢的妻子卢璐曾是湖南红极一时的主持人，两人已经结婚26年了，是娱乐圈里最令人羡慕的模范夫妻。如今刘欢的宝贝女儿思思已经亭亭玉立，出落成大姑娘了，眉宇间与父亲颇为相像，浓妆下妩媚性感。虽然喜爱音乐也颇有天赋，却没有继承刘欢的音乐事业，而是选择了电影，现在在纽约大学读导演。我是女神，漂亮的女神，我是女神，爱哭的女神，我是女神，奇怪的女神。